报员会以及无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宣读立法院澄清委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2月24日星期二中午12:00至12:07，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人陈伟、毕涵等15人，主席吴伟玉生。报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提整理部分共计133人全部照列编列，对行政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并备询。二一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共5万。二一请愿法第四条是规定，第一案至第四案系属一提醒诉讼之事项，未编送理函问请愿。三一立案执行刑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第一案至第26案函转请愿机关处理进入，并付之请愿。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有异议？没有异议就确定。宣读议程草案报告及质询等事项，在议事人员宣读前，如有委员欲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4年3月6日星期五10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2至13委员叶金麟等拟具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法、家事事件法，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健康食品管理法、社会救助法、就业服务法等修正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有限合伙法草案、药事法修正草案、教师待遇条例草案。函请审议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通过修订马拉喀什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议定书，将贸易便捷化协定纳入 WTO 协定案。国防部函送中山科学研究院104年度预算书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14至43，行政院及其所属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4至141，行政院及其所属司法院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42经费稽核委员会函为119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任期届满，简送工作报告，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案。议事处意见拟将本案交朝野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143至179，行政院函送委员党团提案延组情形，请查照案。180人事处函为第八届立法委员缺额补选当选人黄国书、陈树月、许志荣、许淑华、庄瑞雄等5人，已于104年2月16日星期一上午9:00到院宣誓就职，请查照案。181人事处函为委员李同豪、许欣盈、高金素梅、陈怡杰等4人，依立法院组织法33条规定核主立院新联盟政团，并于104年2月12日成立，请查照案。182人事处函送第七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请查照案。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至11，委员谢国良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委员陈超明等拟具公教人员保险法，委员杨应雄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职业学校法、高级中学法，函请审议大学法、通讯保障监察法、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2至112，委员李俊毅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委员曾丽君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委员陈其迈等、委员陈唐山等、委员陈廷飞等、委员叶宜津等分别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民进党党团拟具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处理条例草案，委员田秋瑾等拟具环境基本法，委员李俊毅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审计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法官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委员段宜康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委员游美女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组织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等修正草案，政治档案法草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赦免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修正草案、废止核能发电条例草案、公职人选举罢免法、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等修正草案、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法等草案、公职人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委员许天才等拟具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李应元等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等修正草案、条约缔结法草案、警察职权行使法、中华民国刑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李坤泽等拟具公职人选举罢免法、石油管理法等修正草案，委员萧美琴等拟具难民法草案，委员郑丽君等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台湾电力公司龙盟核能电厂停建特别条例草案、驻
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公民投票法、邮政储蓄汇兑法、委员姚文智等拟具国家安全法、陆海空军刑法、中华民国刑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公证法、都市计划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邱志伟等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公民投票法、委员邱意莹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等修正草案，拟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私有管理法、共同管道法等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拟具中资来台投资管理条例草案、立法院议事规则，委员陈其迈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院组织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土地征收条例、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警察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人民团体法、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陈廷飞等拟具警察服制条例、警察职权行使法、警察法、警械使用条例、私有管理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政府资讯公开法、委员林黛桦等拟具私有管理法、委员薛林等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委员何新存等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委员赵天麟等拟具石油管理法等修正草案、委员叶宜津等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委员林黛桦等拟具所得税法、委员李应元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委员李俊毅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等修正草案、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13至135，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合适逃命圈公民投票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组织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公职人选举罢免法等修正草案、拟废止暂时授田凭据处理条例、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政府资讯公开法、委员周宁安等拟具档案法、委员叶金玲等台湾团结联盟党团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委员叶金玲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法、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委员赖正昌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预算法、委员周宁安等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宣读完毕。本次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增列部分，在今日院会已处理完毕者，授权议事处删除。因无人登记发言，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刚刚的宣读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及对行政院长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执行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七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二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23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照列。请问各位委员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